明治 Savas 运动蛋白是来自日本销售第一的运动蛋白品牌，今天要来跟桃园男儿下挑战书啦。究竟会有哪些关卡等着桃园男儿呢？在挑战开始之前，请大家记得按赞、订阅乐天桃园 YouTube 频道哦。那么节目要正式开始咯。第一位挑战者是背号85号朱玉贤，职棒资历9年，绰号酒窝。第二位挑战者是背号45号冯建廷，职棒资历8年，绰号棒 A。大家好，我是乐天桃园朱玉贤。大家好，我是乐天桃园冯建廷。哎，听说今年要进场比赛，哎，是不是土地挺深？你身材这么粗，应该可以做很多下吧？不瞒您说，俯卧撑是我最弱的一环，但是对你来说应该绰绰有余。那我们就来挑战看看喽 ，Let's go！ 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、十一、十二、十三、十四、十五。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哦，哎，破纪录了！不会说还要再一次吧？都没有 NG 的吧？没有 NG 的，哎，都被我压坏了哎。那我们今天福利挺深，优胜的选手可以得到我们 Savas 可可口味的水手包。哇，可可口味的哎，我超喜欢可可口味的，可以分我一点吗？多喝一点就可以超越我了。第一位挑战者是背号98号陈晨威，职棒资历7年，绰号神威。第二位挑战者是背号65号林振华，职棒资历3年，绰号小花花。大家好，我是乐天桃园陈晨威。大家好，我是乐天桃园林振华。听说我们今天有个爆发力的测试，就是从本垒到一垒，看谁的速度比较快。哼，我快吗你？那我们就来试试看吧。Come on。有信心吗？有，好，来，预备，三、二、走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，哎呀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，我靠！超越自己，选择 Savas。2 3 4 5 6 7 8 9 10。超越自己，选择 Savas。好，我们来公布刚刚的成绩。刚振华是36秒7，那陈威是36秒33，由陈威获胜。颁奖。是。嘿。嘿，谢谢 Savas， 谢谢。你喝过吗？有，刚喝了。哦，挺好喝的。因为这个是全分离。嗯。然后刚才我喝的口味是柳橙汁的，刚才喝起来真的跟柳橙汁一样。然后不会有跟一般高蛋白一样那种浓稠的感觉，对，你喝起来感觉这样，就
就真的像那果汁啊、柳橙汁那种感觉。那今天你赢了吗？比赛赢了。那接下来这一箱你喝完之后，接下来比赛，不管在打几次界外球，还是在打的这样，全力冲，不管冲几趟，这一箱喝完没有问题吧？你加油，这一包也给你。哎，谢谢，谢谢学长。这样，全力跑，全力冲刺。第一位挑战者是背号十七号陈冠宇，中职资历四年。绰号微笑组头。第二位挑战者是背号九号陈柏豪，职棒资历八年，绰号小鸡。大家好，我是乐天桃园陈冠宇。大家好，我是乐天桃园陈柏豪。我们一起超越自己，选择 SAVAS。需要我们今天要干嘛呢？我们今天来比赛，专注力挑战。那我觉得我应该会输哦。你谁？你 closer 呢？那我们就开始吧。来，预备哦！来，游戏，来，预备，来，三、二、一，开始。是座位很重哎、欸，三尺哦。哇！我怕我弄倒哎、欸。然后嘞？两尺。画面很协调。三尺。三尺嘛，快！啊，我输了。也很疲劳，这很快就融掉了、欸。Closer， 终结了这。超越自己，选择 Savas。呼！超越自己，选择 Savas。可以吧？啊！你喝太快了吧？你喝太快了吧？恭喜博豪获胜，喝起来的口感怎么样呢？我刚刚有喝到维生素 B2、B6、C、D3，嗯，真的有。你看，我是不是Closer，SAVAS就是赞。关注乐天，追踪名字SAVAS运动蛋白，我们一起超越自己，选择SAVAS。